裕丰农业公司热忱欢迎您到 AC 零六展位，大力丸让鸡心果惊艳绽放，海南槟榔园神效实操曝光，小丸有大力省时省力省工钱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淑美，我是淑芬，欢迎收看裕丰农业为您播出的第232期每周回顾。一年一度的国际农业展即将来临，裕丰农业邀请您参加2024年9月26日至28日在雪兰莪沙亚南石达城会展中心举办的农业展。本次展汇集了全球领先的农业科技与创新解决方案，为农户提供绝佳平台，探索最新技术以行业的趋势。是的，我们期待您莅临展位 AC06， 深入了解我们的缓释性能卓越的产品，帮助农户节省时间，减少劳动力，共同迈向高效农业的未来。经销团队回访了位于辽宁的鸡心果，食用大力丸后的鸡心果上色均匀，果实外观整齐美观。这些果实不仅较大，而且膨大均匀，果实饱满。现在呢，通过这个果实已经开始上色了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苹果果面和这个果个的均匀程度。当时在棚果的时候啊，就发现这个果实呢棚果就很均匀，那现在到成熟阶段之后了，整体里外上色啊非常好一致，然后果实呢依旧这么匀，而且大果率特别多，你看这里边的大果率特别多啊，整体呢这个果面果实啊也非常非常匀劲啊，非常匀，果大小都一致。然后我们摘几个果啊，我们随便就挑几个这棵树上、比较好的来摘个五个果，我做称一下重。我看挑了五个果，比较匀。摘那个五个果，哎呀，都是挑好的摘。挑好的，挑大的，摘一个，好。用大力丸的五个果是347.1克，347。用常规复合肥的是316克。347、316差30克啊，差30克。30克是接近10%了呗。对，10%的一个增幅。此外，大力丸经销团队也来到了海南槟榔园，向当地农户现场示范大力丸的使用方式。只需在两株槟榔树之间挖一个深度约15公分的洞，放入适量的大力丸，覆土即可。是的，这种方式不仅操作简单，而且节省了时间和劳动力，极大的减少了农户的负担。小丸有大力，省时省力省工钱。今天的每周回顾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大家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大力丸的一个使用方法。我们的大力丸是一包，是大概是1100粒，然后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槟榔树上的一个底肥的一个使用方法。就是在这两株树的中间，这个位置，大概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就挖一个洞，大概15公分就可以了。然后加入大力丸，两棵中间就下12粒，
加上这个尺寸往外，这个是两斤，对啊，两斤，这是大概示范呢，示范一下，然后示范使用的方法嘛。然后覆土的时候就是拌一下土，跟这个尺寸往外拌一下，然后覆土就可以了。